词曲，荡涤协会，消融渣滓，就是他说这个弹这个曲子可以净化人心灵。Thank you.
因为这个曲子里面它其实给人有很多思考，其中比如说里面有些音调它是非常的温暖，哒哒滴滴哒哒哒滴滴哒哒滴滴哒滴滴，这种仁爱的温暖。有很多音乐它是一种对生活的疑难的地方的质问思考，这是跟哲学上的关系。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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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音调是非常特别，不是很歌唱性，节奏是变大，不是很歌唱性。那我觉得他是在就是像孔子这样的思想上，他们就是也可以说古代的文人，他们对于当时的社会有很多搞不清楚，搞不清楚的地方他就要思考，他就要去想到底是会怎么样。那么总的来讲，我觉得这个曲子一种庄严肃穆，同时有一种仁爱的温暖，有一种深层的哲学的思考，这个曲子非常精彩。我常常弹这个曲子，我有个感觉，我弹了三段了，好像已经好长时间了，才三段，就它里边想说的话很多，给你时空的感觉概念都不一样。有的曲子你弹了三分钟就是感觉三分钟，五分钟就是五分钟，这个曲子弹了三十分钟三十段以后好像很长很长了，实际上才没有多少时间。就我后来想这个，我也在想为什么，我觉得它这个曲子里面给你的信息给你的东西太多，所以为什么这个文王朝后来有一个机会呢，就是有一个就是当时电视剧《孔子》的播了以后，当时录音的时候呢是有读者也有交响乐的伴奏，但是孔子录音的时候是一个所谓的交响乐，它是一个草台班子，儿童艺术剧院的中国交响乐团的或者广播电视交响乐团的人来，都打个电话以后来的交响乐人很多，来完以后录好音拿了钱都回去，所以这个合作的不是太理想。后来这个原来拍孔子的一个班子也是山东的电视，因为孔子后来得了非常高的奖，飞天奖，包括音乐飞天奖，以及那个服装美术方面服装，因为他的服装都是很仔细的，在考究以后不马虎的就考出来，很有学术奖，但是老百姓他可能收视率不太高。那么后来这个班子就拍一个电视剧叫《孙子》，拍了几年了，我到现在没看到过。拍《孙子》的时候，他们这个财力比较丰富，他们用中国教养给他们做班子，很厉害，那个钱很这个录音率非常高。后来他们就动了脑子，就把说，哎，我这孔子，因为文化上也没有一个完整的管弦乐的完整的配好的，没有完全录下来，都是一段段要用一段录一段。那么当时就是搞作曲的、搞配器的人和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完整的，因此呢，就在录《孙子》的音乐的时候，那个人钱很多的，就把这个曲子一块录了，等于是用他的钱录的那个《文王朝》。其实有呢，这《文王朝》里面也是大佬孙子也可以用的，就是走了一个捷径。然后所以现在你们可以听到一个唱片里面有中国交响乐伴奏《文王朝》，但这里边呢，就是说这个交响乐的合作了以后，一个是只是一个尝试，不管它怎么样，这是一个尝试。那么在交响乐有些录音的时候的问题，或者是配器上，或者总归会掩盖一些古琴当中非常细微的东西，这是一个缺点。但是交响乐它是弦乐，它有一种温暖，弦乐是中级音以上，这个一些辅调，我觉得还是补充了这个琴曲当中的一些情感，就是烘托了这种情感。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因为听起来当然很好听，听起来很好听的东西未必一定是道路是对的。那我分析一下，它有是有的。那就是你真正听这个文王朝，你应该听这个完整的步骤，不要其他。但是交响乐那个版本也特别听听，我觉得有些的比较好。它这个和声上啊，配器上它不是很复杂的，但是它很有效。只是第六段很可惜，第六段那个录音的时候，那个指挥站在这儿，在这指挥，我在这儿很近，下面都是交响乐。但是指挥听不见我。
就我跟他们讲，那么紧听我讲，他戴耳机听我的声音，所以最后录音的时候也没有把我的古琴和交响乐隔开，用玻璃罩隔开，所以录的第六段一个很，我觉得写的很精彩的一个辅调，很激情的，啊哒哩哒哒哩哩的，那个旋律很激情，结果古琴也听不见，只是辅调只剩了一个调，但是我也讲了这个过程，就是说现在的古琴会有做一些尝试。这些尝试未必都是好的，未必都是不好的，什么事情不要把它看得看绝，未必是好的，未必是不好的，这你要里面去想它，分析它，去感觉它，有的可能还过几年以后再有答案。我现在这个文化上就谈到这儿，其实也没有大错，弦也没断，很好，嗯。桃源春晓这个曲子就是我在打鼓的这个曲子当中最后一个，近年来最后一个，我可能以后还能弹到最后第二，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我打桃源春晓这个曲子，也是西路当琴童，所以我再介绍一下西路当琴童。刚前面讲的西路当琴童有个第25卷，就一共25卷，最后一卷我当时打这个曲子是我很盲目的，那么多琴谱，那么多都是好的东西，你去打呢很难找的。那么正好呢，我有一个，我以前就是76年的时候，我曾经得到过一个琴，明代的琴，明代琴，它是一个叫苏州的张继修，就是当时的有名的造琴家张世琴，他们的琴以清凉为出名的。那么张世琴的这个乐山比较薄，乐山比较高，乐山比较薄，那么它这个声音就比较清亮。当然这个所以这个像这个琴声音很温润，乐山比较厚比较矮。那么张世琴当然不仅仅是这些方面的原因了，那么张世琴是很清亮。那当时我就这个琴拿到以后没有名字，我就想我给它起一个名字吧，当时我想起什么名字，好，我想有一个琴曲叫忘忧啊，我说我这个琴就叫忘忧了，就是弹了弹忘记忧愁了。那么后来当时的吴景梅先生他知道，他说我给你写两个字啊，我叫他你给我写两个字，他给我写两个字，写了几个忘忧，他叫我你把它刻上去。后来我要下手刻的时候我还是犹豫了，这个琴原物是明代的，再刻上去万一刻得不好，当时也是身边没有找到刻得很刻工很棒，我就一直没有刻，但是我现在那个字一直存在的。那么当时呢我有一个琴叫忘忧，所以我想这个忘忧这个曲子我应该就把它打出来，后来我就开始打这个忘忧。这个事情我就是好像是天意了，就是我想打忘忧并没有想以后打戏的打琴打曲子，结果这个忘忧很快就打出来了，它很短很短很好听，也不难打，因为它这个指向很清楚，不像文王朝指向很多很复杂，但它指向很清楚，就是很快。打了以后我后来再打曲子的时候，我想哎，这个西路当琴童真的曲子真好听，真不错，我就开始继续打西路当琴童第25卷，结果发现里边曲子25卷5首曲非常的精彩，我认为不是一般的精彩。后来我打了孤竹君、凤香青啊，凤香青、孤竹君，啊，忘忧先打过，忘忧打过来，就打了那个桃源春晓，中间我停了很长时间。桃源春晓打了以后，最后剩了一首曲子，很大，叫明君，这
个明君之的觉得我就是搞清楚他是什么意思。哎，明君嘛就可能是王昭君了，王明君了。后来我找很多资料和看他的后记，不是，为什么不是？他后面讲汉武帝的时候有一个异人，就一个奇怪的人在街上走走，抱了一个琴，这个琴叫空中，抱了一个琴走，披头散发，那大家都很奇怪。他白天呢走在街上，有很多小孩跟在他后面，一到晚上不知去向，这个不知去向。后来皇帝觉得，汉武帝觉得很奇怪了，就是把这个人召进宫，召进宫里头，他长夜不许，就是他不说话，你弹琴，弹琴。后来他就弹了一曲叫《明君》。那么这个曲子的弹的曲子弹完以后，出现天空出现祥云和鹿，把它鹿过，其中有个鹿把这个琴咬了一口，衔了这个琴划过而去。这是一个神话故事。这种神话故事呢，就是古代的一些君主他是利用这些神话故事来说明我是明君。明君出现政治清明的时候，那些躲在山里面的隐士啊，都会出来辅助明君。那么他这个也是说汉武帝是有名的明君，这就是汉武帝。那么这个故事，这个后面的后记，我认为这个明君这个曲子不是王昭君，不是讲的王昭君，这个起码后记不是讲，是讲贤明君主的明君。后来咳嗽我开始打了，因为这个曲子很大，比文王朝还要大。后来我把枪打出来，打出来以后，我发现这个曲子精彩之极，美得不得了。他就是说，明君在世的时候，政治清明，社会上怎么安定，这个老百姓怎么生活怎么好，这个出现了很多就是说这个美好的事物。他就是讲这个，讲这个音乐，我觉得是非常一种宁静和快乐的不断的交替。这个曲子很长，这个文王朝我写了四年，那个是将近七年，很长。这个曲子我打的现在和那个桃源春晓还没有。那么这个桃源春晓是相对讲比较短小，但是非常好听，而且桃源春晓里面体现的一些调式和它一些指法都是非常古老的指法。这个桃源春晓它是很这个指向非常清楚，就是它就是说说这个，就是说这个曲子它有后记，后记说这个陶渊明这个桃花源记的这个故事，就是有一批人很早有一批秦人避战乱到了一个地方以后，他们是不知有汉无人为敌，在那过了一种很与世隔绝的生活。过了与世隔绝的生活呢，就后来有人去偶然进入他们这个王国，去了以后还有人客气跟他讲话，向他喝酒，而且他这个他的那边的生活非常美好。这种美好的生活完全是一种非常世俗的美好，请他喝酒啊，跟他聊天啊，看到儿童在洗耍，看到老人在那休息啊，他就是一种非常人情化的、非常世俗的一种快乐。我认为这《桃花源记》是陶渊明他追求那个隐居生活，非常他最高的境界、最高的理想就是《桃花源记》。那么他这个隐居跟我前面谈那个邓子超这个隐居是两回事儿。那个隐居是就是不食人间烟火，成天跟麋鹿、跟猴子在一块儿。看看天，看看地，看看云，啊，看看云，就是生活的非常简单。这种高士的隐居，这跟陶渊明的隐居，它是非常不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追求世俗的这种快乐。这个音乐里面也体现了这个东西。这个音乐开始的时候。音乐开始的时候，你感觉到好像
硬去做的比你就你就很重要。反映出来，出来了解。安静。Thank you.
完了意识音乐素材叫集中中间进行的背景。我很喜欢他的什么呢，他的这个河图拉拉咪咪咪，老是拉咪咪开始，后面又有变化，这是第二段，后面还有一个再下面一段，这个合同非常旋律性，它就比较长了，合同比较长，我们再演一下，哒滴滴滴滴滴滴滴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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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滴哒哒，这旋律美极了。再下面一个合同，这个合同以后接在下面一个，它有两个滚，两个滚，我第一个滚用靠近月山的比较硬点的音色弹，第二个滚我过来一点弹，音色很柔和，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这就是打谱，打谱允许你这样，那就是两个滚可以，可能别人都会这样的，嘚儿叮叮噔，我不这样的，我这样的，前面是靠这边的，音色比较硬，下面是很柔和的，非常柔情，那这就是打谱，这是古人允许我这样说，古人允许我这样，打谱的原是允许你这样，因此你打成这样，别人不一定弹成这样，那么这个里面就灌输了我的想法，我的思想，我的思想就是说陶渊明的这个隐居生活，他对于桃花源这种描述的东西非常非常人情化，非常有人性，所以呢我觉得这样打，今天我就是把这些时间差不多还有五分钟，我现在就把这个我对于琴的一些认识和打谱的一些具体的过程和一些打谱的曲例，就是因为今天谈的这个除了前面最后一场都是我打，我今天就讲，谢谢大家，谢谢。昨天晚上我们已经聚过一次。同学们还有什么问题吗？或者，你说您担心古琴对商业化被正式化，那它又怎么样可能被正式化？当然，这正式化我是很愿意理解，我不知道你们容易理解。你把这个东西做成一个政府的工具，是怎么做？就变成动算。不是，这个是可以。就把这个东西硬牵扯，安定社会啊，等等之类，为公民服务啊，这个不需要为公民服务，因为这是个精子文化，就是少数为少数服务。这个问题很好，但我也很难回答。还有谁？还有谁？不行，希望你不会觉得我的问题有点蠢，就是古谱上他把。因为还有指法规定的非常严格，然后是演奏者可以在节奏上面做自己的诠释，那所以这些音高到底在古琴里面代表什么意思呢？我意思是说，譬如说我是学打击，我节奏对我的意义来说就是它的呼吸的或身体的运动，所以有些谱它是把节奏定得很严格，然后可以在音高上面做个人的诠释，那我不晓得古琴它把音高定得这样子，但是音高对在这音乐里面在是什么样子的定位或者角色？我觉得这个就是好像这个音高定了以后，好像这个曲子的基本的面貌，
就在那儿。比如他定音高之前，他还告诉你什么调，什么调，什么样的定弦，音高定了以后，这个曲子的旋律的音高都有，只是节奏他也给你，节奏他实际上给你，给的很少，给的很大致，给的很粗俗，所以那个另外一些他就让你自由去，自由去发挥。就是古人认为这种自由发挥是很正常的，就是如果说一谱到底的话，就是不正常的。就所以如果说古琴多定了很仔细，就像西方的五线谱要定制一样，那么我这个古琴发展到现在，平沙乐园有好多种平沙乐园都很精彩，就是不同的版本都出现。如果没有这样的自由度，它可能出来就是一谱到底，就是最早出来就是明代这个是宋代创作的谱，到现在我们看到是一个曲子，它就是很多曲子。还有一个就是一个重要的，就是因为它弹琴的功能，我为什么弹它？我要表达自己，要表达自己。它这样如果去这个节奏给你自由度的话，那么就是我得到有自由，我可以在这个上发挥我的琴性思想，发挥我的一些风格，甚至演奏风格，甚至演奏习惯，甚至指尖的语气都可以。那如果不考虑一些超凑谱的情况的话，那有没有是在音高在曲法上都有人做改动，就是为了他自己的对这个曲子？这是在以前比较多，就是他觉得这个不舒服，我改了。那么这个以前比较多，因为这个以前他没有一个学术研究的事情，因为弹琴为了自己弹了，我也不发表，我改了不发表。那么现代人不一样，现代人有一种学术研究的思想，音乐考古的思想，这个抢救民族遗产的这个崇高愿望，有这些东西。那么我就对待事情，我应该很严肃。所以我现在的谱，比如这个桃源春晓，桃源春晓，我是把它记出来的。你看这个谱记了以后，下面有好多一行一行小字，这就注释。我凡是动一个音符，动一个字符，我必须做出解释。你不能含糊，就不能说我这个地方弄起来很麻烦，算了，我就改一下。这个偷偷摸摸行为就不严肃的。所以我每一页，如果是有下面有字的，就是说我都给改了。改了原来的，要这个他为什么改？因为他印错了。那你怎么发现他印错呢？弹起来不顺了，就是这个不合逻辑了。那弹到这个时候，你就想办法找其他的版本来校对，或者是根据你对琴曲的理解、古代音乐理解的认识，跟他的逻辑来推，推以后找出一个合理，这样的你就把它证过了。但是你必须做出注解，以后其他人可以看一个你这个解释也不对啊，或者他可以提出质疑。所以我的记谱，因为这个谱子都还没出版呢。就在出版以后，我就会经得起人家问，就是不是说你随便你弄不了了，你随便改改，我得问，就是这样的。艾森，主要是你稍微介绍你的琴。好，这个琴是里边写的是唐琴。我为什么说这句话？这个一个古代的琴，它有时候很难说。有时候很难说到底是不是唐琴，很难说。但是这个琴里面写的《大唐开元三》，后面有个年字，正好这个火烧掉的，里边一个胶，一个木头是胶的。这边写的李靖字，李木字李，靖是近代的靖。后来我去查了，是一个唐玄宗时代的一个将军。我们古代的将军未必都是武官，都是有文化的。那么这是唐玄宗时代的一个琴。那么到底是不是真假的，真的是很难说。比如说郑明忠先生，他认为这个琴，这个弯下去的地方和下面这个比例，这个角度比较平，比较直，这个直角。他认为那个时候的唐代的琴应该角是比较圆的，因此就是这个琴唐琴有点疑问，他是这样讲。香港一个唐建友弹琴的，他的看法是这样：什么都可以模仿，你声音模仿不了，这个声音这么好，就是唐琴。他的看法好像是这样，这我是记得。那么丁承运，丁老师，他认为这个郑云龙先生这种看法有一个标准，不符合当时的实际。为什么？因为当时交通跟现在没办法。就是在同一个时代，不同的人造的琴，风格多样，就是在造琴的样式上，
这个样式就很多，何况这种细小的地方，你这么照，我这么照，就是很难用一个标准系统来那个，这是丁震云的看法。我的看法，他声音好就行。还有哪位？不好意思，想纠一下，你刚突然，我觉得对这个打谱这关系，有时候好像是一个一个题目好像很重要。如果说您刚刚讲这个，如果说是写王昭君，其实和明君其实是你可能你对他这背景不熟悉的话，你可能打出来的弹出来的表现方式是完全是不同的。那我觉得打谱好像很重要，其实是一个互动，是一种你对这个背景的了解。还有，假如说你今天弹的是醉唱的，你会想到是在水面上的，就是你会感觉到是有在发生那种感觉。所以你很多琴其实在讨论的好像是一种在写景写意，其实很多时候是一个打谱人个人的一个揣摩的一个表现方式。那好像是如果说你方向做错的话，其实可能整个出来的感觉还有什么。还有整个南方其实都会完全的会扭曲的，是不是？不是，我想你这问题是这样，就是说你如果把这个认定错了，他是就是王昭君，还有那个龙泉少，就是也是王昭君的故事。如果你认定错了，那么他这个曲名和这个曲子里边这个音乐的表达，他肯定是原来是副，或者后人改了名字了，或者是扭曲了。搞错了，如果是错了的话，还有一个可能发现，就是这个音乐本身这个逻辑性不是那种，因为如果是一个很快乐的曲子和一个很愁苦哀怨的曲子，它音乐的表达一定是不一样。那么你这个时候你可以再想，哎，怎么不对啊？这个标题不对，再想有可能找出来。比如说有一个曲子就是龙树超就是昭君怨，说得很清楚是昭君怨。它的标题就是说异类洗面啦，什么什么啦，就是对什么新山的这个，对，就是王昭君嫁到这个嫁到室外去了，嫁给胡人了，很痛苦了。但是我后来就是这个曲子陈长义先生打，然后后来我弹的比较多，就是我唱片惯的，这个曲子最早比较早惯的唱片，一些邦乐队的惯的唱片，因此好像我弹的版本流行一点，流行一点，因为古乐。那么后来我也发现，他虽然是王昭君，这个没错，因为龙树超这三个字搞不清楚跟王昭君什么联系啊。后来张飞先生找去里面，龙树是一个地名，是塞北的一个地名，就是沙漠地带的一个地名，这跟王昭君还是可以有点联系的，就是那个地方的一个草的一个曲子。那么这个小标题和这个曲子，我觉得是不符合的。他意味洗面，我觉得音乐很美啊，是一个舞蹈的音乐，一个歌唱的音乐。但是我根据这个音乐做出另外的解释，我觉得可以解释，因为他写一个王昭君，未必是一定写王昭君那个故事当中一般人认为的那个过程，那个愁苦的过程。你可以写王昭君是一个美人，这个美人她的歌唱很美，她的舞蹈很美，或者是写一个美人不是一个具体的人，都可以啊。那我后来演奏的龙树超，我就是以这种，因为我觉得他音乐就是这样，而且跟文学上后来用那种方法解释，也解释不通，但是跟他的小说就解释不通，解释不通就是忽略掉它。这因为这个情绪传承的过程上，多少年下来，必定会有很多文人参加，有很多文人很有文化，很有水平，也有很多骗人的，他给你弄两句就让人迷茫了。这你想，我们接触那么多文人，就是当代也不是一样。对，尤其是被考据乐很重要，然后对考据的乐谱是根本，我觉得乐谱是根本，你应该找到音乐当中去走，这个找是最准确的，而且有时候你找到以后可以排除，但是它的曲名一般来讲也是非常矛盾的，不是这样，我觉得基本上都就符合，而且古人他也是搞谱子，传抄谱子他很严肃，比如说这个古钢琴。同时呢，有一个叫《琴谱正传》，它里面有几个曲子，说《红毛抄》《琴谱正传》里面也有。结果它转抄的时候，它换行的字都一模一样，
灌行的制作一模一样，他是很讲究。哎，你这个，而且那个时候那个时间很多，他是校对那个很仔细，错误确实非常少，我觉得这个很佩服。打鼓的时候啊，把那个剪子骨把它换成那种剪骨，然后它的速度上有没有什么明确的标准？速度有没有什么标准？打鼓的时候？哦，对对，这个是你定，但是它有时候标一个很重要的记号，就是散弹入拍。散弹就是散板，大家很理解，很容易。入拍呢，就是可以就是可以打拍子了，但是这个拍子是不均衡的。我讲就是忽松忽紧的均衡，沈老师说是不均衡的律动。就是这个呢，就是这两大块是有的，是可以，它会标，但有时候也不标。但是我在打鼓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就是说在散板当中，有时候会有入拍的那种感觉，在入拍的当中中间会有一部分，就是一部分不是很长的散板的感觉，我把它称为一种很微妙的交叉。这种交叉我的记谱里边是不用来注册，就是说这个地方记得散，但是中间有五拍是比较可以上板的，我就不专门注册。就是说这个你的记谱记得再仔细也不要过于仔细，不要想着我去面面俱到生怕的那种，你不要有这个思想，因为还有录音可以说明你的思想，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留一点空间给人家也没错，你不是说最对的人。好，还有没有？是不是那个所谓的他就是绝大部分的兴趣的是标题，它都有标题，但是有些有标题的音乐不见得是标题性质，比如说像中国的人间乐368版是单这样的，它虽然有标题，但是实际上跟标题的意思没关系，它这个音乐是直接和歌词。那琴谱里面好像都是标题性的，我觉得都是，除非什么黄宗羿金鱼意，它就是钓鱼的小曲子。一般的它就是有这个题目一般有故事，有历史的故事或者是一个名字，也这个情况是基本上是这样，好像没有碰到一个，我还有没有碰到。所以在打谱的时候，必须就是这个标题非常重要，标题应该你打谱应该就是除了你把曲子用你的演奏说明，这是最重要的，但我认为也应该做一些说明。但是根本的是你的演奏，所以我认为打鼓就是，如果琴弹得不好不要打鼓，琴弹得不好不可能打鼓，因为现在有人啊，我们可以，也是开会了，老开会打鼓会，开会又出来80个曲子，又出来20个曲子，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弹得很差，我也体会不到他意思在哪，因为我是不是看你的乐谱，不是听你的演奏，所以打鼓是一个演奏的节目。我认为，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打鼓是什么？我认为就是你演奏不好，你也打不好，而且没有例外。就是偶尔有的人演奏不好，打的曲子好。哎，我现在没有找到过。因为这个话呢又不大好说，说了也很容易得罪的。这个没听见，他这个已经录下来了。对，有证据在这儿。证据，人证物证。还有没有老师和同学们有？我们在12月初有一个古琴周啊，会在陈国亮老师或者蔡文忠老师、尤丽玉老师我们的指导下面，我们师生的一个古琴的一个展览，也是一个也是一个表演的，也是一个学习成果的。那也欢迎。诸位啊，来以情会友啊，我们希望说能够办得更加有趣一点。那么今天非常谢谢这个陈国亮老师啊，这么精彩、这么风趣的这个讲演及他的精彩的演出，我们用掌声来结束这个啊。谢谢。
也希望现在因为我们是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都在修补中学，多花一点时间把补习这个学习实在太重要了。那么以后如果不好学习，就过了这段时间会后悔。好，你们要看看唐朝的琴的时候，赶快来前头看一下啊。